次我是跟掌声鼓励的创办人一起合作，希望把一些美好的事情、美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不同交流激荡出来的火花，我想它可以帮大家编织出一个更美好的景象。没有过去啊，时间消失啊，静静地躺在藤椅上。回到原本的美好的生活的时光里面，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？你走进我生命，走进我生命，我生命。